拍案叫绝，陈耀然，哟呵。姐姐在玩游戏啊。嗯。金水零钱这么多，可以拿零钱。哎呀，要拿什么？给你玩具好不好？你看，你拉拉手，借他好不好？谢谢。如果我两倍三十，啊，看吧，二十，啊，你二十四十啊？按多少？多带一点去啊！看他多少要付钱，没办法。哎呀！八十啊！那你有帮我拿那个贴那个点数的？有啊。那你有把它粘上去吗？还没。我粘粘，万一没事。他想打自己。那一张。哎呀。点的那个。哎。你就是哆啦 A 梦的吗？哎。哆啦 A 梦不？哆啦 A 梦这个啊。还有。还有一点呢。哎呀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有，我们有一张是贴了一点的，但那张找不到啊。哎呦，你又来了。这里有五点嘛。嗯。啊，你昨天不是有一点？对呀、啊。还在那边，把脸上去。那个到。嗯，我们家的小。不要跑啦！陈怡然在干什么？妈没空啦，来啦，臭啥？爸爸跟你讲话，过来，跟你讲一句话。来，我们吃饱要去 seven， 你不要去。我要厨子，你都不要去。等下把那迷宫拿出来厨子。干嘛啦？生气。生气，他没有生气，他生气的话就坐地上，他没坐地上。